欢迎收看本周教会消息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我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明天是九九重阳节，祝福所有的长辈们身体健康，凡事兴盛。毕姐，你们家开放成为家教会了吗？当然啦，家教会的行列已经开跑，我们一定要赶快跟上啊！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愿意敞开你的家，成为城市复兴的同工，欢迎跟我们联络，有以下方式报名哦。您可以现场填写报名表，并投入奉献袋中，或是点选天桥教会官方 LINE 的连结，填写资料报名即可。我们将会有同工与您联系。嘿，玉馨，你平常周末都带孩子去哪里呢？我也很苦恼哎，要怎么度过周末的时间？我知道这个月鸿运文创中心有一些很棒的活动哦。10月12号礼拜六下午3点，地点在鸿运文创中心，由英气室内管弦乐团和日本优迪亚共同合作的赞美与感恩音乐会《趁风眺望》，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到天桥教会官方 LINE 账号索取电子票券，现场凭券免费入场哦。第二个活动是绘画课程，由知名插画家无敌铁阿珠老师，他将带来祝福之旅、亲子以及成人绘画课程，课程费用单堂500元。详细的场次查询以及报名，可以点选天桥教会官方 LINE 连结。若有任何问题，可洽询鸿运文创中心。FM89.1 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，10月6号晚间10点到11点播出真情相遇单元，主题是垃圾变黄金，我们专访到苏龙文弟兄。以上就是本周的教会消息，再次祝福大家重阳节快乐。